这道有没有想吃的？小吃包很帅。看他们是哪边的？这是远东的。哦，真好白呢。真好看。那拢无甲遮用过。那到底这笋哪里买来吃呢？哇，还结笋呢？这笋哪里来买吃？那以后，那我们，哎，我刚才订了没交啊？订了。这订了吗？哎，他在吃哎，红萝卜，是吧？糟蹋快！啊，你赶快！我照他就好了，不用照你吗？不用你跟他合照。那你这样就可以交作业了。他好像在吃红萝卜。那是这样太远了。他躲在那边。拉近，拉近，拉近。拉近了。好，是就在旁边照到他了。你贴在这里啊。太简单了，照顾你。你贴着，他在表演吃红萝卜。长下来的时候，长下来的时候好简单呀。耍我？这是团团团。他是团团啊？那不是猫熊。哎，不要玩具了！不要！我想拿个猫脚，跟他说：“哎 ，hello。”啊，他们要下来了，他们要下来了，所以你们不能拉坏人，我管你。又来了，他要找吃的，他等下干嘛要吃这个什么？我来了，又挑食呢。你看他的眼睛。哎，这孙大姐哦，哎，他一定会吃笋子，因为太好吃了。你看，他长大了，我直接咬啊！因为那个真的好吃啊。哦，他来吃什么？对啊，他是来找吃的。但他如果想换的话，吃里面的那个很好吃。对的。哦，他跳很快。吃笋，好可爱哦，剥皮耶。